啊，营地来了一辆拖挂，去看一下。可以挪下吗？哦，你好，你好。稍等一下，他拿钥匙，你先别晃。这是一个进口的拖挂，大拖挂进来了。到，到，到，没有到沙包上。老哥，这拖挂开了多久了？从1月份开到现在。1月份开到现在。对对，基本上他现在一车就到了。本身我们想装个萝卜器，这个就是你们是吧？难怪。哦，这个就是。你们就是上海的了？啊，就上海。嗯。你们是哪个区的？长宁。住长宁。三公园那边。那里这个不好停吧？不好停。我们前面是停在一个朋友农庄那里的。啊。他那个农庄嘛，反正有个大棚子，也能停进去。但是就是没人看着，嗯，我觉得，而且那个地方反正也没人看咋的，我就觉得不太好。你们有封闭式，不像这样露天的。你们这台是英国进口的？啊，对。这是什么牌子啊 ？Swift 啊。嗯，对，那个 Swift。嗯。这台车买了多少钱？也就是30来万。30来万。不高。后面有没有自己再改装啊、加装什么东西？看要能电池呗。啊，它这个是那个什么燃暖气燃气一体机的那种，嗯，就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其实也不行，这个东西太轻了，太轻。这个车装完电池，太阳能1.4吨，好像他们年审的时候称。那你们1月份到现在都去了哪里啊？哦，广州、广西、云南，嗯，那个西藏，嗯。那个青海、西藏也是，新疆，然后甘肃、重庆，他转了一大圈了。嗯，到拉萨了吗？去了。哦，这车也能去啊？来，我来。还没去。我来，我来。沙地上没那么。他两沙地上。嗯。泥地上，一个人要去就能走。对。1、2。一起发力。来拉坡。嗯。你刹车放下来了。哦，好。这个总长是多少？带牵引丝，带牵引架7米5。7米5。嗯。那你的前车，前车5米有吗？前车最稳定，前车5米吧。真的。啊。纯玩了那个。12米多了。那你们现在电装了多少？800吧。820，太阳能800吧？哦，400。420里电。不够，不够，我发现还不够。太阳能800，太阳能反正也不能装多好。这个太阳能可以多付一点。对，它可以再装。用电不多。不多不多，那主要是加气。加气其实挺加气烦吗？烦，到成都，啊、成都没有一个气能用，它没有。成都那个气是，它加了什么新能源？哎呦，根本房车点不着。我们到重庆去，嗯、我们家亲戚找的他那个朋友，嗯、那个气厂，加个气都不行，也用不了。后来高价买了，100块钱一罐，10公斤的气，也都是液化气啊。啊、嗯，我就气。但他们那个液化气是混合气，这边多少钱？质量不太好。上海也贵，好像到那个，像你到广西啊、云南啊。像那个到什么青海很便宜，60块钱吧啊，没问题，我们用的是款车。看一眼，咱们那是船，没事，你可以看。
看一眼，有点乱啊。那个也是车载冰箱啊。哦。啊，对，这是买了一个车载的冰箱，那个冰箱不够。这个空间就是大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。我发觉这两个小沙发上都。这个我好像在车展上看到过。啊，对，这个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